我们吃的还好吧？还行，你们觉得呢？我们也觉得还行。这么说，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。嗯。下次见。 现在就是朋友了，去了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再见。人都走了，眼珠子都掉下来了，你能不能小点劲儿？我是让你清醒一下，少寒。 说咱俩是不是好哥们儿？谁说咱俩不是兄弟？我就跟谁急。那好，那我就求你件事儿啊，上刀山，下火海，说吧。今天这事儿，别跟我争啊。什么事儿？你知道，我帮你。 好不容易逃离的地方，现在又要回去了。